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罕见空降官宣，粉丝幸福到血压飙升。王一博主演电影《无名》突然官宣，也是让许多粉丝猝不及防。而这部电影也是一部非常值得期待的，王一博带领大家了解无名英雄的故事。然而王一博电影这波官宣也是让粉丝很是惊喜，而王一博从有匪盗冰与火在有风起洛阳，再到维和防暴队和如今的无名，不得不说王一博一直都在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电影人。而王一博如今也是新一代演员进步最大的一个，王一博和章子怡一起跳舞，跟周迅一起拍杂志，还与陈奕迅连麦，更是与王力宏同台唱歌，还与天王刘德华在春晚合作，如今又与梁朝伟一起拍电影。可以说王一博的星途简直可以用完美两字诠释，而粉丝也是表示王一博太争气了，粉丝纷纷表示等了好久终于等到这一天。当然了，对于无名官宣第一张造型图，不少粉丝也是激动到血压有些升高了，不过大家还是要冷静，等电影上映以后就可以看王一博与影帝飙戏了。大家是更期待王一博还是影帝梁朝伟呢？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